真的有哎。它正在石头上面，那个角度有没有？嗯，有一块直角那里，然后那边石头的交界的，有一些黑色的点在那。哇、哦，看，它在喂小鸟啊。就刚好这个斜的角度，这个然后起来点。那你现在是在露营呢？对对对对，露营。哦，你这边露营出来，然后再去截图，截看哪一个姿势比较好。哎，我直接就弄一片。那个角度有没有？那边有个快直角的那个地方，然后交界点右边一点点，右边一点点，你可以看到有黑的，然后有点白的在动。对对对对对，草在动。没错没错。然后在那边。哦，他站在石头上面了。对对对。就在岩石上。你要调这个，你调这个角度也不简单。可以问一下他们那边专门解说的。哦，有专门解说的。飞机回来了。大家都在看你，好好表演一下。其实它不是很大吧？看起来在石洞区。